11月15日，央子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与欢瑞世纪合约到期不续约。文中小子感谢了欢瑞世纪6年的陪伴，表示未来路虽需独自前行，但我会继续为我热爱的事业更加坚定的勇敢进行。还在评论区留言，接下来加油，为自己打气。对此，粉丝们也表示强烈支持。据悉，杨子自2015年与欢瑞签约，整整签了6年。而在这6年，杨子也是成功的从一个童星成为了现在的90后顶流小花。可以说起经纪公司欢瑞对他的作用也是不容小觑。但无论是在外界还是粉丝看来，离开欢瑞对于杨子来说都算是一个好消息。因为杨子一直有自己的独立工作室，长期以来只是挂靠一家公司，资源方面是他自己的团队去接触，自由度高，还相对稳定。更重要的是，在剧本选择上可以保证质量。除了预告杨子与欢瑞合约到期不续之外，还预告了会在17号官宣杨子的新电影，也是非常值得期待。祝福杨子今后的发展越来越好。